家好，我是文潇，又到了每日一字课堂的造句课。昨天明艳教大家用比组词，比都能组哪些词你还记得吗？今天我们学习用比造句。造句前我们先回忆一下昨天学过的词，有比如，比如说，比较，比例，比赛。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五个词练习造句。比如，我喜欢很多运动，比如游泳、爬山、打篮球。比如说，介绍一个你喜欢的水果，比如说我喜欢吃苹果。比较，今年夏天比较热。比例，他的身材比例很好。比赛，今天下午我要参加演讲比赛。这是关于比的五个句子，你还能用比造出哪些句子？一起来练习吧。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下课了，明天是比的复习日，我们不见不散。